现在大家用智慧型手机啊，上面呢都有下载很多的应用程式，所谓的 application。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现在推出了警察报案系统的 app， 以后大家呢可以用 app 的系统来报案。那么有什么好处？最大的好处就是警方可以在第一时间呢马上就锁定你报案的位置。警方通报系统上红圈闪个不停，根据上面显示的电话和卫星定位受理民众报案。现在时间是10点整了，我们用最新的 iPlease APP 来报案，看看警方多久会到。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普及，警察局也跟随科技潮流推出警察报案系统 APP， 让民众报案一举搞定，警方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报案人位置，更快抵达事发现场。现在时间是10点06分，警方在6分钟之内接获报案就赶紧到现场。手机下载 APP iPolice， 不管是汽机车拖掉，还是要查询警察服务据点，只要动动手指头，透过智慧型手机就能办得到。警方推出 APP 报案系统，搭上话题。但如何避免民众腐烂通报、浪费警力？新系统上路还要面临许多考验。最新闻，林世荣、吴一轩 SNG 小组新北市报道。